飞行员直接出战。今天我非常不分谁是优越者。如果你想在危机关头防身保命，但又没有超出常人的强壮身体，那就一定要知道人体要害以及以弱胜强的技巧。马甲术之所以被全球公认为最实用的格斗术之一，是因为各国特种部队以及特工的验证。我们不会去主动伤害别人，但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可能遇到危及生命的时刻。真到那时，你甘心成为待宰的羔羊吗？好，就好了啊！展示一身社会图，专治各种不服。